好，欢迎回到嚟第136集嘅讲慢咬借帮 part 2 w 啦。咁啊，天下咁大，就一次讲唔晒。咁啊，问你走得去边？咁啊，讲埋佢今年另外一本新书啦。不过十年前好似都讲紧噶咯，上年都话出噶，年年都话出系嘛？神王二啊？点知十年啊？可能十多咯，1993年。定九五年是第一期，九五年都十六年咯，系咯，应该唔止嘅。你十年即系起码十年，十年之后2001啦。但系嗰阵时一定已经出咗神王好耐啦。同埋阿宝都好似去海洋啦，好耐啦。咁啊，肥良走咗去自己搞海洋，咁佢一样可以继续出黑炮嘅。神王然可以揾个炸人嘅，但系有个问题就系在于咧，头先 part one 唔够时间讲嘅就系、是、神王一个尾咧，就讲到个 big boss 最后。跳入个电脑世界啦，主角都奈佢唔何啊，咁一个算系 open end 或者暂时完第一辑咁嘅故事啊。我记得咯，我约咧提翻啦。咁啊，系嗰啲电脑同埋近未来嘅设定背景嘅，但系到咗今时今日啦，十几年后啦，即系玩呢啲题材嘅，不论系漫画、电影、小说，甚至乎有阵时啲电视剧，即系经已玩得系非常之出神入化啦。如果佢而家再出，究竟有冇能力？寫翻呢種咁嘅科幻題材，而又令讀者認同咧，唔係勾嘢咧？係電腦咩？係咪電腦啊？我唔好記得。係啊，最後嗰個迷先生啊嘛，好似係啲 Matrix 咁樣嘅嘢。係啦，即係嗰陣時咧，就大家讚好嘅十幾年前。我就係最記得佢係講佢個主角係畫咗畫漫畫嘅，即係有啲似嗰個梁係梁極啊，定係梁極係定係咩黑咩啊？嗰條友叫。唔記得咗咩咯，淨係記得個第二男主角係叫毛馬，係啊，明啊，唔係喎，是但啦，黑仔傑，佢個樣的確好似黑仔傑，即係佢係畫一個，佢係畫佢自己俾人追殺緊，跟住之後佢真係俾人追殺咁啊，係啦，佢就係其實失憶咗，即係因為流血咁樣啦，跟住啊同翻佢啲師兄啊師妹啊嗰啲合流啊對抗嗰個神秘組織嘅，咁嗰陣時就覺得哇幾精彩喎，即係。電腦都未係咁盛行嘅年代，諗到咁多嘢啊！雖然有好多其他作品嘅影子啦，但係今時今日要超越而家我哋面對緊嘅電腦世代咧，係困難好多嘅。即係佢雖然而家話出啦，但係我勸佢即係冇咁嘅本事就唔出算吧咯。唔係，但神王二唔一定要接神王古仔噶。都係嘅，甚至乎係前傳都睇添，即係無間道二啊咁樣。黑魚係啊，即係唔使翻工嗰啲。大家恨咗好耐，但係一路都唔發生嘅嘢。哎，有力！哎呀，咁可能佢今次就係講緊對付李氏力場，唔係佢可能打八號波咧。黑魚係配合八號波打李氏力場。哇，咁都不打不相識。喂，咁啲主角同埋反派啲名出曬嚟啦。唔係條女改名八號波，唔係放棄咗條女，而家嗰條女藍玲溝咗一個八字波。然后就去打荷里活啲烂片，第二集就成日咁样突然换女主角就系咁样。然后就去打李氏力场咯，因为冇档期咯。同埋嗰阵时啲画其实都几好嘅，但系今时今日咧，天下嗰啲制作咧，我硬系觉得系千篇一律咧，硬邦邦咯，冇咗嗰阵时嗰种冇咗灵气啊，系啦，嗰种灵气啊。系咁，当时咧就黑羽同埋蓝玲咧就阿宝嘅，毛马咧就系马 Sir 阿 Sir 嘅。即係當時佢哋有個咁分工嘅，但我唔知道第三期係咪，但第一期一定係，係啦。咁然後佢就係、是、即係要打迷先生噶嘛，係咯。咁就其實個迷先生都係好似啲即係嗰、那個叫咩名啊？沙迪啊，貴日忍者龜個咪有條腰帶裏面咪有個即係腦咁樣，好似個腦咁樣咧，好似嗰個咁樣咯。系啦，咁其实咧，佢第一辑到最后就系话，即系阿迷先生已经将自己嘅脑部思维连接咗现今控制全世界嘅电脑，咁就只要一佢想，即系阿蓝鱼一上黑鱼一上蓝鱼嘅 BL， 蓝鱼系即系黑鱼同阿毛马搞机嗰套 BL 作品，系啊，咁佢就会逃入去个电脑里面，咁佢一样可以操控世界，即系就出现呢一个咁样嘅。所以第一辑尾始终系杀唔到阿迷先生住嘅。系啦，咁所以就话即系邪恶系即系永不止息咁样样。咁嗱，我记得旧年咧，我哋做百万费翁嘅时候咧，其中一位读者听众咧就即系获得咗一张阿二嘅亲笔画，其实就系毛马嚟嘅。咁即系话，其实一定仲系毛马会系主角嘅。
我覺得神王二，除非佢改曬啦，即係之後有石，因為都差唔多一年啦，嗰陣時到而家，即係男女做主角，係係啦，改咗嘅話啦，咁就另外一回事啦。但係否則嘅話咧，就可能都係逐住個古仔去，但係好難。我同阿郎頭先咁講，即係以而家十，佢呢個九四年完嘅，原來九四至九五年完嘅，咁。即係都十六年前啦，十六年前我哋即係嚇上網都未有咯，我就未上網嘅。我嗰陣時係用五啊六 K 咯，冇頂，係咯，咩啊？22.6K 嗰時真係上網唔係好 common 㗎，普及啊！你有電腦，年前我中三，即係你電腦仲係行緊多士。即係一個唏虛嘅年代。係啊，咁到普及要到九七年到啦。係啊，到而家就好唔一樣咯，成個世界即係講，尤其係大家對Internet。嘅認識多咗咁多，你點樣去設計一個？即係嗰陣時你就點唔合理都冇所謂噶嘛，因為可能好多人都係唔知道啊，即係係啊，哈利唔識咯，係啊，即係哈利波特嗰啲 friend 哈利唔識，係啊，咁但係到而家你就好難。當然其實都唔難嘅，即係要設計一個合情理，其實唔難嘅。而家咪你畫翻呢啲，咪讀者少女唔識咯。反而調翻轉，即係你當年因為大家對電腦嗰個基本知識咁低，所以你其實以佢哋要揾相對資料去想做更加多嘢係難嘅。而家反而係對即係 internet 啊電腦知識多咗，反而係可以多咗料做更加多嘢。但係製作群唔係啊嘛，係啦，小妹講呢個重點，即係佢對 internet 嘅認識就係點樣攞用電腦去做靚個稿咯，即係馬上仲諗度嗰陣時啊，我烏頂擺咗去邊啊，不如攞翻把絕世好劍出嚟，係啊，即係因為以前大家當神話咁睇嘅啫嘛，所以有乜所謂啫、嗯？即係錯咗都冇所謂，上天下地乜都得嘅、嗯。但係當你真係有框架，對嗰樣嘢有咗初步嘅認識，或者係即普遍人都對嗰樣嘢有認識嘅時候，有啲嘢就即係唔輪到你話點就點啊嘛。前年咧劍齒虎嗰陣時候，其實都花好多心思向呢啲關於電腦啊、未來世界科技啊嗰啲篇幅推移啊，係啦，但係都始終係唔太夠力啊，因為始終你唔係一個同嗰樣科技或者生活貼合得咁緊要咧，你寫好多嘢係有少少勉強嘅。其實咧，我想講咧，呢一樣嘢唔止漫畫會面對到嘅問題，其實你睇下好多荷里活啲電影而家翻拍嗰啲咧，都係即係翻拍一啲以前經典嘅科幻電影，譬如從戰記啊 ，Tron 啦、啊，即係電子世界爭霸戰嘅續集，係唔係續集嚟嘅，其實係原故事延續噶嘛，有啲炒有啲一樣啦、啊，咁、嗯、但係就係、是、當年我哋睇即係或者唔係我哋睇，我哋細個睇明珠台播嘅時候，覺得哇好勁好勁啊咁樣。嗰時啲人覺得哇，你呢種 idea 係好新啊，走入個電子世界度。咁但係而家睇仲有咩咁新咧？嗯，即係亦都真係冇乜感覺嘅。荷里活咧有啲電影嘅製作就比較聰明嘅，即係佢用科技去包裝，但係背後其實都係寫翻啲感情、啊，寫啲迪士尼温情嘅。係啦，温情啊嗰類啊。係啊。天下咧就我覺得呢幾樣咧都唔係佢嘅強項，最後都可能只係科技包裝嘅古裝武打。呢、這個就最攞命。但係啊，個問題就係話，你連即係荷里活佢哋即係比較拍開呢啲科幻嘢，佢哋都會面對同一個問題，就係你嗰條橋係已經唔新啦。但係你個古仔本身係咁噶嘛，你即係你要拍，你冇得話我突然之間我而家唔玩跳入電子世界，又玩第二樣嘢，咁你就直情唔係嗰套戲啦。咁同樣你而家你再畫神王，你又唔可能話即係跳開一嘅設定嗰條橋我完全唔用啦，畫個第二樣嘢，咁不如你畫第二樣嘢啦。咁但係你一用咧，就會面對到其實你而家嗰條橋已經唔新啦，好多人玩過，好多媒體都用過，咁變咗即係好似阿郎咁講，咁到時就係睇第二啲嘢啦，即係可能睇劇情啊，睇你寫人啊，寫古仔啊，或者打啊嗰啲咯。咁但係如果嗰啲都即係唔係話好突出嘅，咁你套嘢就真係。變咗即係出就好過唔出好過出咯。不過我哋而家分析太都冇用啊！佢橫掂都將期票咁兩未兑現，即係佢話今年其實可能又冇贏，出得到先講，當八萬五存在啦。佢真係到時有廣告啊，有實稿我哋再評咯。其實我哋都唔咩，即係唔期待嘅。但係佢自己係間唔中喺個專欄度自己睇。係啊，即係其實你唔提當冇神王二，我覺得神王一都 OK。我根本就冇諗過有神王一係好完整。係啊係啊，即係舊攞出嚟翻睇，我都覺得真係。
一套幾難得嘅作品。其實我就諗緊佢會唔會自己係有，即係我講緊阿 Sir 會唔會係，其實佢都，我唔知佢個腦筋會唔會諗到呢樣嘢，就係其實都驚係會飛歐，所以先唔出啦。定係冇人呢，淨係咁簡單。唔係人就一定唔會嘅，因為阿二其實已經係安排咗做呢一壇嘢㗎啦。同埋話起咗㗎啦。係啊，同埋傳聞第一期已經起好曬。係咯，起好曬㗎嘛。但係跟住發覺個故仔唔得，撕咗，撕爛曬。撇亮啲做法，咁可能系漫友咧，系嘛？漫友就因为拗叫发脾气，即系会唔会就我哋头先讲嗰样嘢，就系、是、啊，而家睇翻就觉得哇唔得，好老土嗰啲嘢完全唔得，咁所以就即系一路棘住棘住，第二间公司都有可能。如果你话天下因为古仔老土又唔出嘅，咁天下接咗九年。唔係天下畫冊應該會換咗，唔連載風環，係咁講，係啦，咁啊 ，OK 啦，我哋再等啦，咁啊呢本《神王二》就唔知幾時啦，有一本乜嘢飛機之作，飛機之作，衝上浪漫史啊，衝上浪漫史，係啊，咁啊，新帝國會有本新書，咁啊啱啱啲上個禮拜嘅火舞同埋黑骨堂咧都已經有預告啦。我你講緊個。系啊，那个飞机，即系成本书真系好夹咯。头两页又系啲色情广告，后面嗰两页系色情广告，连中间都系俾你用嚟飞机用的，啊唔系俾佢自己飞机用嘅。哇，咁好惨啊！话唔定有 fans 用嘅咧。唔系，你谂下啲读者系，我谂住你咁大飞机，点知打开中间就俾人飞机用，射晒啫。啊，冰之你净系睇中间嗰两页未够嘅，你要睇埋前面嗰一页，你就知道你点解会咁飞机。系啊，真系要。喂，不如小贝介绍下。点解啊？你啲打飞机嗰啲。唔系啊，即系呢本咁热红格红豆豆嘅。梦想篇啊，应该系梦遗咁真系。我哋上个礼拜冇讲过。冇上个礼拜我哋讲埋评论啊嘛，个2010大选评论。哦，食饭嗰阵时候我哋倾嘅呢单嘢。唔系咁，其实咧就系一页嘅漫画啦。咁就系个随身咯，而且都系登相嚟噶，自画啦，但系又唔系登相自己啦。唔系，我觉得我相信系影相嚟嘅，但系有冇咁靓仔啊 ？Anyway 我都觉得，我都有呢个刘华头嚟噶，好明显。我有 filter 啊嘛，刘华头四哥眼、啊，四哥边个四哥？唔系佢主要系块面冇落。阿随身就即系坐喺佢办公室入边运筹帷幄，就回顾下自己嘅人生，揸住两波字咁样。同埋着嗰啲系，着嗰啲系嗰啲有件。小背心嗰啲西装啊，马甲啊，马甲嗰啲西装，唔系我心目中嘅马甲系第二啲嘢嚟噶嘛，唔系女装嘅女嗰啲马甲嚟噶嘛，即系三件套西装入边嗰件，系啊系啊，即系我只系可以讲嗰只啦，系啦，咁就好型咁样啦，即系单手吊笔咁样画咁样，好似系啊，咁跟住啲内容都系话I have a dream。咁就係、是，係啊，呢個你啊，啊佢又回顧下啦，咁多年嘅努力啊，默耕耘，係啊，我都好成功，咁令到自己成為即係江湖漫畫銷量嘅 number one 主編，但佢未滿足啊，又有即係一個夢想要實現咯、啊。我哋咁樣講完之後，我哋會唔會俾人尋手？唔係，係就攞把馬彎嚟，火舞大刀啊！咁啊，終於佢就講佢嘅夢想係咩呢，咁啊，喺下一頁嗰個跨板嗰度都睇唔出佢講咩。我嘅夢就係人有夢想，方有奇蹟。會唔會係自身火海而不死咁樣？身成霸氣，必成傳奇啊！咁佢呢幾句咧就已經用咗個跨板，咁樣同埋佢自己個樣咧就大頭即係大頭跨板咁樣啦，紅紅聲咁樣啦，燒到。咁啊，優瑞新投資百萬金元打造驚世巨著，千錘百煉巨構，火熱製作之中。咁但係套嘢係啲咩咧？我初以為百萬金元係個書名，我以為亞視嗰個新嘅遊戲節目。唔係，如果係百萬金元嘅話，我絕對相信唔會係佢嘅書名。因为呢阿瑞森话上市批过佢红色同火系啦，即係、就是、要同呢一啲嘢先至会红佢，所以嗰啲书全部都系咩赤红热血啊、火舞耀阳 啊，所以嗰本耀武年代唔系 ,sorry, 耀武扬威唔系唔得、哦、接咗。
咁佢之前嗰幾本都接曬。啊，咁當然啦，係啊。嗱，咁但係佢係話呢個係即係封面就寫震驚畫壇消息，內文公布啊，但係內文咧係冇公布。你唔驚公布？哇，好驚！你唔驚咩？佢原本你以為佢會公布，咦？原來真係冇公布喎，冇嘢講喎。嗱，佢話一頁漫自傳式漫畫就喺度，即係意氣風發，或者係即係叫做滿懷大志啊。跟住以為後面嗰兩頁講又唔係喎，後面嗰兩頁一大堆咁嘅詞彙都唔知佢想噏乜喎，只係話俾你聽，總言之就有啲大 project 咯。咁如果因為封面嗰格嘢以為佢有料爆嘅，就俾佢呃咗咯。咁有幾震驚畫壇呢？就係原來佢好靚仔，咁啊真係好驚喎！即是理论上你想出书都称不上一个震惊画坛的。一个漫画家要出书。是啊，除非你说即是阿水生都想着来跟投资100万搞场栋笃笑，那些就好震惊画坛的。好高兴啊，玉文。你那时候黄山出本春秋都说被人知震惊画坛的。他没有说过，同埋他最少每一次出广告都是。有啲點解咁大鑊？同埋佢第一次出嚟，記唔記得好似都係用漫畫稿件嘅方法嚟 present 嘅，就係話佢同另外好似係文迪啊，喺度往來喺度踢緊條橋啦。即係起碼都係啲咩 king of 啊？最少都係講緊我為咗本書啊，而唔係自己有幾有理想。其中佢喺宣傳中有一個重點，就係設計角色嗰陣時咧，佢用一樣嘢吸引讀者，就係嗰個角色個頭。啊，好似唔夠，即插碌箭，系啦，好似唔夠吸引啦，跟住無啦啦加支箭插咗佢太陽穴度，就用呢樣嘢去吸引讀者個注意嘅。咁偉雄好中意啊，梗係攞個插碌穿雲箭啦，裝飾嚟嘅啫。即後來嘅春秋節同成唔成功另一回事啊，但起碼嗰刻咧就做到少少嘅 noise 出嚟嘅，同埋最少佢真係講緊本書啊嘛。係啦，咁當然啦，即係百萬金元對於阿黃生嚟講濕濕碎啦，所以佢通常都唔係好提自己用個百萬金元嚟做嗰本書。咁啊，真係覺得好奇怪，但係佢係有講過係古裝咩？留言版有人估，有人估啊，系啦。虽然我哋冇，佢冇话俾我哋听。咁但系调翻转个问题，佢亦唔系冇出过古装啊。嗯，飞刀啊，当年飞刀外传咯，系啊，王杰做封面噶嘛，拍埋戏添啊，后来买佢系拍咗套戏先至攞翻，佢系攞版权攞版权嘅。仲有九把飞刀噶嘛？嗰阵时候，佢咪做嗰啲啊系博石送兵器，所谓送兵器啦，四廿几蚊有。九把飛刀的，嗯，是啊，咁我都有買，所以我記得。但係咧，佢同一期裏面咧，佢第一頁嘅一啲即係用相砌成嗰啲漫畫咧，係有水身個樣啫喎。係啊，係都可以對下。你睇曬嗱真人版同漫畫版比較，你覺得如何？你睇第一頁已經知啦，上王啊嘛，話就係啦。咁結果都係冇太多嘢公布咗出嚟，根本冇嘢公布。如果以宣傳手法嚟講，好失敗咯。唔係，最少我哋講咗。唔係，即廣告嘅目的就係要吸引你注意啊嘛。佢做到啦，已經你個個都好留意啊。即係睇下你，即係睇下你真係玩啲咩先即係可能你講完個內容出嚟，你有啲人唔中意嘅咧，咁就算啦。但係而家接觸個個都會睇下睇你做乜先。可能真係呢個策略嚟㗎，衝上雲霄咁樣。咁係都係衝上雲霄嚟啦。咁啊睇下點啊。咁啊，跟住落嚟咧，亦都有嚟緊本新書就準備會出㗎。咁啊，福隆嘅今期啊，賓強喺個專欄度都有講過，咁就係同人嘅。我唔知后传定外传有冇讲到啊，咁就总之话会写阿七索翻嚟啦，咁样样，系啦，咁啊，会唔会前传啊？佢好中意出前传嘅，仲前传，但系唔系系讲前传，但系其实讲后面嘅嘢嘅，即系你啲肉系系啊嘛，即系个名就叫前传，内容嘅之后嘅，系啊，内容可能讲五代啊、十代啊、现代嘅，即系同人咁样咯，系啊，咁啊。即具体唔知係點樣啦。佢冇乜點提過。佢淨係講話佢返嚟啦。其實係用。其實可能唔係講七索嘅。即係第八同人嗰個世界觀再衍生出嚟嘅故事。係啦，就大約係咁樣。有啊有啊。咁啊另外就完咗呢個佢話短篇嚟嘅，完咗呢個就會有本原創嘢。咁就唔知係點樣。跟住落嚟呢就講過啦，所以唔提，就係得一幅圖嘅《傭兵天下》。即系到而家我都唔知道，仲系咩啊？现代背定古装稿嚟啊？稿件嚟嘅，有
似似啲古裝嘅，因為佢原本就 online game 嚟噶嘛。哦，咁你 online 合作，佢係 online game 嚟噶。系啊系啊系啊，咁 啊应该系又系成个大 project 嘅嘢嚟嘅，系、嗯、啊，应该系即系黐埋只 game， 跟住连埋漫画咁样出嘅，系、嗯、啊，咁但系稿件就唔知，亦都冇宣传过，咁所以净系知道有弹咁样嘅嘢、嗯。跟住咧，牛佬都话佢有本书啊，咁佢亦都话即系佢自己就话应该系四五月左右会出，咁、嗯、就如。但系佢就话，即系一般嚟讲咧，都系未具体知道晒啲嘢，佢都唔会公布住嘅。咁但系佢亦都暗示咗，如果大家即系熟呢行嘅，都大约估到系咩嚟噶啦。咁啊，应该系同玉记合作嘅神掌龙九州，好大机会啊。咁啊，另外咧就系、是、阿郎。啲 friend 海洋刀客，其实海洋刀客咪即系阿郎咯，有关系咪嗰本叫武神刀客嘅，应该叫即系上次武神108嗰个故事嘅未完晒，继续个延续落去嘅故事咯。咁啊，佢嗰阵时讲到话西方嗰边个世界，咁就系阿刀客咁啊走咗个雪鹏走咗过去，咁啊佢今次担正做主角，咁啊继续延续佢嘅故事咯，又系永远都系。信我啊，好便很劲的咁样，嗰啲咁嘅嘢。啊，但系即系今次会唔会因为阿宝传闻翻去揾阿宝画咧？吓，即系糟蹋咗阿宝。阿宝肯唔肯啊？我唔知啊，而家又收到封阿宝未走住。嗯，系嘛？系啊，即系一听都冇神刀客个名字，即刻吓到唔走咯。我$28个钟我都肯留喺玉器。哇！$28个钟就好少噶咯，养唔到家噶。喂，但系海洋蚀钱噶嘛，去到死落一条噶。哇！但话唔定俾$30,000去噶，好难讲噶啲嘢。咁啊系，系啊，咁即系令到海洋继续蚀钱，但系保有好多钱。系啊，你蚀开噶啦，还掂系咪先？冇乜所谓啦。咁啊，今年就到而家为止被吹过风出嚟嘅就有上述咁多本书啦，即系基本上间间公司都有啦，即系除非。我唔知，因為之前就話嗰本叫咩啊？九龍城寨就話係20期左右會員嘅，咁啊，而家睇個勢應該會 extend 尾聲啦，尾聲㗎啦，已經㗎啦，尾聲㗎啦，打埋入邊啲場都完咯，咁都係好短喎，最後一節嚟嘅，打到入邊，打到城寨入邊啊嘛，冇㗎啦。OK OK， 越打越差唔多啦，仲唔係你可以打長啲嘅，咁都冇問題。打到卅期咯，係咯，即係狂打曬。打咗尾十期，淨係打同一場咯。哦 ，OK， 咁啊，如果係咁樣啊，10,000年就即係要有新打翻88期，咪去壓撐到100期咯。會唔會揾劍橋畫喜羊羊豬飛啊？即係九龍城寨版嘅，要寫實版嗰只。係寫實版好多肌肉嘅飛大龍，拉翻咁樣變咗月光條例嘅。系啦，咁啊，咦？如果系咁样嘅，就要问一问佢哋下一步嚟紧谂住搞啲咩啦，即系八卦一下先。咁啊，另外就系仲有边间有新动作？小威好似都会有新书出噶，今年系新传五兄弟，系啦，新传五兄弟。哇！一个写风流，一个写五兄弟，未必搭时间嘅，或者咁我制作班底都已经好唔一样啦，争好远嘅水准系啊。咁所以就真係2011年今年即係被传闻吹出嚟嘅新书都真係有好多，连啲即係久未露面嘅阿大宝呢啲都走嚟吓、啊、走出嚟。仲有阿冯志明係咪都话有新书啊？如果係都应该係唔係啊？其实我哋上一次提过刀剑少群合传呢係就係喺嗰本金漫画度走出嚟㗎啦。係囉。如果嗱、啊、如果、啊、有传话会画四大名捕喎。有傳係、哦、啊，係啊，馮志明會畫四大名捕，但係佢又佢話邊一部就好難講啦，因為四大名捕逐部分嘅咩？係啊，係啊，好多好多唔同，有少年四大名捕，即係無線都拍過啦。哦，即係阿劍橋畫個封面插圖嗰本小説嗰、那個。係啦、啊，係啊，咁、另外都仲有唔同嘅章節，有啲咩回京師啊，咩戰天王啊，我都唔記得咁多。嗯，係啊，咁佢可能攞咗其他。因为劍橋嗰陣時唔係畫曬咁，佢畫畫下係跟住即係走位咗去原創劇情嗰度噶嘛，所以即係預嘅佢未用盡嘅。其實後面唐十五嗰啲唔關温瑞安事嘅，絕對啦，我拖到咁長。係啊，嗰啲咩唐燒雨啊嗰啲啊，咁佢咪可以攞翻嗰啲
即係佢未改編嘅部分你再做囉、繼續玩殘四大名捕為止啦。咁最緊要唔好玩殘吉澤名捕嘅。殘咗喇喎。哎呀咁冇辦法。俾你玩殘嘅。咁唔係啦，你問下華叔。華叔而家玩中西理財嘛。咁啊，輸就好似係得呢扎啦吓。輸就啲公司都俾我哋數晒啦係咪。系咯，抽晒，数到抽晒，本本都话唔掂啊！够唔够时间讲埋五一嗰样？五一都可以嘅，唔系仲有冇啲嘢漏啊？即系有冇啲印象？仲有边间？上次金漫画系咪仲有一两个人都？啊，景东啊嘛，景东又啊，我翻嚟啦，睇我实力啦，即系咁样咯，咪第一页彩稿咯。但系就冇晒声气。系啦，佢继续抡佢嗰把刀啊！钢铁回归咁样。系钢铁回归，诶，睇下 Cushion 会唔会出佢本风雅少少咯。仲有几耐？应该佢而家好似画嗰两三集咋嘛，要等，如果真係出嘅都要有埋等。係啦，咁啊 ,ok 啦，讲五一啦，短评啦，十分钟。係囉，五一就大家除咗係一个假期以外，亦都係香港今年有一个新法例嘅成立啦，就係、是、呢个最低工资啦。其实一立呢条法例呢，我第一时间就諗起港漫界。嗰班助理点算呢？其实我计嗰条数，佢哋係逗唔到最低工资㗎喎。如果一个人做六日，翻六日工，最低工资咪加100%人工咯，即系等于唔使，我计过啦，假设啦，假设啊，即系嗰啲啊，虽然冇可能啦，但系如果你讲紧嘅系每个星期做六日，每日做八个钟头，即系当然佢哋系冇可能八个钟，冇可能十个钟啦，唔系即系大约用呢个数啦，咁乘翻四个礼拜，然后再乘28蚊嘅话，就5300几。即是要供出强积金的。咁扣返强积金之后呢就即得返5100。咦仲可以申请埋交通津贴添喎。哇、哦、好抵喎讲埋架真係为大家就想入息审查小心啲。但係计成家㗎。係搞清楚啊个入息审查係计成家。咁就5300几喎。咁如果计新入职嘅话呢我听返嚟呢有其中一间即係好大嘅公司啦。即係唔係出得一本漫画啫但係啲主笔好出名嘅就4000蚊。新入职，咁另外一间即系红色嘅，即系一定要红色先旺嗰间，听讲就系5000蚊入职嘅。咁负责 Photoshop 嗰间咧就7000蚊新入职嘅。咁因为要识 Photoshop 系系啦。咁呢几间都几乎免疫，即系除咗4000嗰间啦，4000嗰间都系差少少，5000都唔够啊，5000都差5300几嘛，差少少啫嘛，同埋肯定唔会八个钟咯。系啊啱，到时真系可能要打卡啊，成一系就。班老細又逼連而家連助理都要做自雇囉。係啊自雇囉。你變成 B2B 同佢合作囉成立間公司啊。即係我打啲稿俾你自己搞囉。係啊因為而家仲有一個計法就係每張斷章稿計㗎嘛。係啊係啊係啊斷章到稿計我都聽過。咁啊即係幾錢就唔太方便講啦。係啊但係都因為最大的問題就係如果嗰個數字係你每一個禮拜你都可以做足嗰30頁嘅話呢其实你就即系一定冇问题嘅，但系个问题系你唔会一定做足个30页噶，即系嗰本书你唔系有份做足30页，你更加冇可能做几本嘅30页噶。share 咁样系啊，咁所以就条数都问问地嘅，即系未知到时各大老细有咩扶 fit 啦，但就希望啲前线助理系可以受惠啦。嗱，最大嘅问题咪就喺呢度咯，即系我哋一。諗到呢一個問題第一樣嘢就係諗啲老闆點樣諗縮數而唔係哎呀啲助理加人工應該即係應該就係諗過度過睇唔好加咁多嗰隻囉我可能其實最大嘅你加足你加足唔係 cut 人手囉係另即係另係即係另一種慳錢方式咋嘛咁你咪又係做死咋嘛又係咁樣唔係大機會我覺得佢真係當係自雇或者當外判咁俾人逐張計囉唔當係員工咁請返嚟囉咁其實而家好多人都係咁走嚟走去嘅。咁如果佢咁將用咁樣形式嘅話，你就唔需要理你最低工資嗰樣嘢咁已經。嚇！你唔係員工。咁我好慘，我覺得即係啲好似鐘點家務助理咁咯。你覺得佢哋真係做唔出咩啫？慘唔慘？絕對唔係佢考慮因素。係，我固然理解啦。咁但係你諗下，其實如果你其實咧高人工嗰啲反而就問題唔係好大嘅。咁同埋呢其實你可以咁樣嘅同埋你可以將唔係同埋你可以將佢 renew 嗰張 contract 㗎嘛即係再衰格啲咪就我同佢 renew contract 我講到明我同你嗰、那個工時係譬如九至六中間一個 lunch hour 咁 OT 都冇一定係無償嘅即係無償 OT
哦，系啊，系啊，咁都得，即系冇补取咯，系啊，咁都得，冇补价，系啊，咁都可以嘅。因为而家行内好多都其实系冇跟足劳工法咧，据我所知啊，个别公司啦，尤其是咁，但系当成个社会都个趋势转变紧嘅时候。大家老闆們應該放棄那種心態咯，即係咁。如果佢哋係與時並進，啲漫畫就唔會咁啦。我知。即係你諗下我哋啊，阿田二少走落去窮咩啊？富咩？窮富翁。窮富翁大作戰。我今日睇完咪就係、是、即係，唔係佢都話五千幾蚊連大家樂都成唔到啊！咁咁，我覺得即係你哋嗰班滿肚腸肥嘅老闆就真係即係開下綠燈咯。嗯，即係你咪不嬲啦！飲食業你係做一個鐘係食唔到一個餐噶嘛，從來係啊，當然啦。但日本係得噶嘛，香港唔得啫。好多地方都得，澳洲食兩個添。咪所以應該係時候轉變下心態咯。即係頭先你哋講開話，即係咪又叫啲你自己 OT 多啲或者 cut 人手咯。但係到時直接又會係喺本作品嗰度睇翻出嚟噶嘛個成果。即系我哋耐唔耐就会谈啦，哇！点解呢本啊，譬如《黄风雷》或者哇，连《春秋战红》啲画质都会降低咗嘅？大家心知咩事噶？即系你分够人手唔会出现，我哋睇美漫冇几可出现呢情况嘅，系咪先？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啲老板系要即系善待一下啲员工啦。你谂下，个行头都咁样样啦，你有几多个人系真系已经？当然老板大部分老板可能都上咗岸啦。佢哋会话俾你听，个行而家都咁难做，你仲要我加人工，你真系碾死我啫，系咁。超收少，佢自己收少啲钱啦，已经可以俾唔知几多助理。一个人有几万蚊人工，几大力都好，冇可能凭一双手去碾到一棵树死亡嘅，尤其是系仓嗰啲参天大树啊，即系讲万界一班老细咧，佢个树干系粗到等于一条大理石柱咁粗。话你摸过啊，离远睇已经知道，唔使埋摸嘢你捻下压下，系咯，行路好似怪怪地，得两块树皮落嚟俾你下边嗰班人食下，有翻餐好嘅，等佢哋吓精神啲翻嚟开工，唔系好过分啫，系嘛？系唔系好过分啫？咁我又觉得你喺香港好老细呢啲嘢都即系可以帮我求，即系濒临绝种心态，所以咪要立法咯，即系唔好到时逼阿李卓人走上去玉记嗰度。你哋有边个唔掂啊？出嚟啊！其实真系要同阿李卓人讲咧，即系香港咧，除咗饮食业系咁惨之外，其实漫画界都好惨啊！因为佢一路 ignore 咁，唔知啊嘛，要有人话俾佢知咯。唔系，因为啲助理要成日要匿喺房度写稿，唔得闲上街游行啊。唔系，其实港漫界咧嗰班助理咧系因为中意呢行而入嘅，即系好少系真系因为想揾大。即系嗰阵时搬水嗰啲就唔系因为中意而入。系啦，嗰啲啊睬你都傻，即系我系翻咁多个钟啊，然后要逗你万零蚊噶啦，即系冇乜感情可言噶。但系港漫界班同你讲感情或者系热爱呢个行业，反而就俾人咁样剥削。咁你系咪要逼到佢哋走去揾职工盟啊或者工联会啊咁样先安乐咧？吓，即系我都识得有啲朋友系做漫画嘅，咁其实佢哋系真系好热爱漫画。我有位朋友原本可能都当然唔算好高薪啦，但系都正常常即系七八千咁样做 design 嘅，但系佢为咗即系想做漫画，于是入行得四千几蚊咁样。咁另外有啲朋友就即系譬如功夫咁样评价唔算好好啦，听讲啲书数都唔系好理想啦，即系尤其俾阿白同人都跌咗啦。但系佢系会觉得，喂，呢本书系真系讲紧古仔嘅，即系唔系净系一味打嘅。嗯，呢本书唔好咁快，即系希望呢本书唔好咁快接啊咁样。即系你系睇到佢哋对作品嘅嗰个爱，或者系对制作嘅嗰个爱咯。咁但系结果佢哋承受嘅就系一个好低嘅人工，咁系即系。我谂当然啦，即系做主笔嘅，佢哋有投放个创作喺里面，嗰笔数系应该要存在嘅。咁毕竟助理相对嚟讲系比较技术性嘅劳工，咁个价系应该系有高低嘅。即系正如副监收嘅钱，梗系比佢助理多啦。当然啦，佢而家就养紧个助理啦，直接。咁所以佢收嘅钱咪多咯。当然佢收咗几多再俾个助理又系另一回事。咁但系即系。系咯，咁但系佢哋都应该，即系佢哋付出系唔少。同埋时代唔同咗啦，即系而家港漫界咧，唔应该净系谂靠卖书去搵钱。早几年咪靠兵器搵咗唔少嘅，嗰、那个算系昙花一现嘅嘢啦。其实港漫仲有好多嘅途径去开源嘅，即系你哋可以坐埋去谂呢啲。都唔错啊，芙蓉嗰扎，即系好好多系其实本书系叫做平平啊，或者就算单行本都系一般啦、啊，但系精品个销路咧先吓死人、啊、即系其实。
尤其是我哋睇翻呢一兩年咧，好多合作啦，例如同啲 game 廠啊嗰啲成咧，其實係可以諗多啲呢個市場，反而更加適合佢哋去打去大陸嘅市場添。其實我覺得同 game 都開始做緊噶啦，不過冇辦法，始終題材太少咧。你即係譬如嗱，你好似我你哋之前喺勁 game 對白團有提過一隻 game， 即係唔知去夜總會嗰啲咧，然後有開始啊，跟住有忍牙繁馬勇次郎，即係諸如此類。咁 crossover 係啊，即係因為佢題材多，你攞呢啲嘢嚟惡搞都可以嘛。即係諗下好啦，如果要出部即係出款港版嘅 Love Plus 啊，你揾邊條女出嚟啊？马小玲啊，你一打开机就掌掴佢啦，有潘金莲咯，有潘金莲啦，小玲珑啊，小玲珑唔得太萝莉啊，潘金莲、小玲珑啊，猪扒咯咁你，咁你可唔可以谂到第三个？你真系谂到第三个咯，系咪先？咁冇啊，即系你想出啲 game 都冇，一揾马小玲就谂住啊，俾边个奸好啦，即系你攞支乜道具嚟噶？道具嚟嘅，一出嚟就系个强奸咁样。系啊，翻光胶唔系吓，翻光胶。即系其实唔好净系再用以前嗰个思维咯，港漫仲有好多地方可以搵大钱嘅，跟住用甚至乎同啲助理倾下咯，我见有啲日漫或者美漫嗰啲都系噶，即系响用唔同嘅途径，甚至读者啊交流啊，睇下咩地方可以再扩展先，咁咪唔使成日运围个一万几千嘅书数伤脑筋啊，去剥削下边咯。其实真系啦，即系啲老细应该听下啲员工啊，或者听啲主笔听下啲助理讲，即系随时应该话。助理好多时嗰个时代个触觉系比佢哋好嘅，吓、嗯，即一定会有啲意见系啱使嘅。你睇喜羊羊真系乜都有一出咁滞嘅，哇，系啊，真系好劲。啲运动啊，佢同 Band Boy 都合作啦，已经。哇，佢啲模型出得靓喎、啊，真系。我又唔识分，但系即系琳琅满目咯，即系好多种咯，系、嗯、啊，即系呢啲咪就系搵钱咯。咁当然佢哋亦都有啲好搵钱嘅 project 已经做咗啦，但系即系呢个唔讲得嘅咁啊。系啦，OK， 系啦，咁啊，希望即系五一对于。即係港漫嘅嗰班助理朋友嚟講，係有個好消息啦。係喜羊羊啦，唔係灰太狼啊。係啦，灰太狼次次即係喺個故事結尾都係撲街，都係灰噶啦。係啊，咁啊，總之希望佢哋都喜羊羊啦。好、哦、喂，今晚係嘛幾好？今晚呃咗一集啦。好，今晚嘅港漫失望到呢一度為止。禮拜四就繼續有。第101集嘅今日報新翻啦，禮拜五八點鐘就有呢一個第五集嘅 Happy Pet Pet 同埋凍冰冰嘅講下日大作戰啦。好，今個禮拜尾再見，拜拜。Bye bye